老弟吃点啥呀？老弟想吃点包子啊，吃烧麦吧。这啥馅的？这是猪肉的。这猪肉的，这十万一屉啊？对，这一屉15个哈。这18个，这18个啊，十万一屉的猪肉包子15个，牛肉是12一屉，18个。对对对。哎，确实便宜啊。是。哎，李家包子，还有羊汤，羊汤哪卖的？羊汤五块钱一碗。来一碗，哎，哎呦，这里大骨头呢，还有你说熬的，哦，熬的多好，真好，嗯，这么真好哎，熬的白净的，你啊，你家朝阳的啊？我牛肉半斤，猪肉半斤啊，有羊汤，还有豆浆豆脑啊，嗯，坐后边呗，哎，哇，你挺长时间没来了哈，长时间没来，哎呀，还记得我呀？记得，当然记得了，重要的，哎，好嘞，哈喽啊，来了，啊，快来刀削面呗。刀削面6块哈，来一份。姐，我吃不了，我没给你吃，我没给你客气。哎，再少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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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吃不了。哎呦，还送不了几份。刀削面，放心吧，这边太好了，来点葱花行，辣椒多来点行。这回辣椒特别好，5香5香的，5香5香的，哎呦，还有花生。哎，太棒了，花生味儿。这么一碗刀削面6块钱哈，再搁点麻油不？来一点点就行。哎。我家主要就是豆沙，谢谢啊。我看你咸的话，你来点。我来点油行不？这个行，我来一点点油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好了，天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这东北小吃6块钱一碗刀削面啊。吃多了，我昨天吃那个。